我坐这个位子的时候可从来都没迟到过。现在是我坐。我知道是你坐，所以我没权利说什么，但是我挡不住大家怎么议论。他们议论什么？当然是议论林佳一辞职的那一幕，我背下一切黑锅的那一幕，还有这一切到底是谁操纵的。小丽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可不要贪得无厌啊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做人做事给自己留点余地，要不然很容易被人看穿的。这些是公司这次招聘的人员简历，一会儿会有人过来面试，我马上就要休产假了，就不陪你们玩了。面试的时间就是现在。啊。我看你的电脑出问题了，需要我帮忙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电脑里面有重要的数据，必须找专业人士进行数据保护。那看我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就是贵公司新聘请的技术部总监。当然，如果你通过的话。